那时，分封侯黑洛德听到耶稣所做的一切事，犹疑不定，因为有些人说，若翰从死者中复活了，但另有些人说，是厄里亚出现了，还有些人说，是一位古先知复活了。黑洛德扯说，若翰我已经斩首了，而这人到底是谁？关于他，我仅听到了这样的事。于是他设法要见见他。